17日，章子怡在微博晒出一组女儿醒醒的近照，并称多认真的小手小脚，基本功要从七夕开始。照片中，醒醒扎着小辫子，双手正捧着脚丫，埋头努力压腿。醒醒趴下认真压腿的样子，真的很萌很可爱。看不到醒醒的脸蛋，但是肉肉的小脚小手和背部就能看得出，这个小姑娘平日里伙食是不错的。网友看了纷纷评论：醒醒，我的小小身体有大大的梦想，基本功要从娃娃抓起。小小的一只好可爱，肉肉的。非凡娱乐整理播道。